人称 Black Jack 情人。21点，我的名字叫陈仁，你可以叫我仁哥，或者叫我秦哥。没听讲。刘思瑶，她凭借着优秀的颜值瞬间走红于网络之中。说实话，她的视频作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似乎众多作品都是千篇一律地展示她的服装和妆效，无外乎加上一些优美的舞蹈动作，却也并不专业。但她的名气却能堪比一些不知名的小明星。话说自她成名以来，网友们也发现刘思瑶在录制视频时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她喜欢玩侧脸杀。这就有网友提出了质疑，刘思瑶为什么偏爱做这个动作呢？然而当她的正脸照曝光后，只见照片中刘思瑶和视频作品中判若两人，她没有视频中那样纤瘦，脸部也并不是视频中那样标准的瓜子脸，而是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方形。照片中的她灵气全失，长相和视频中相差甚远，甚至不算是美女，只能算是一位普通长相的女孩。